来，这个时间
我们虚心支持来自我们林州本土的一位啊网络的红人。这个时间继续用掌声欢迎我们胡先生唱第二首歌啊。
我也代表我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好多喜欢的，谢谢我，因为大家都，因为我们雷州，你是我们雷州的骄傲，对不对？雷州出来了，我们虽然啊，虽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六折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在八路哥这里，你的名气比六折还高，对不对？好了好了，好放心。这以后再来，今年或者是明年还有什么计划？电视台好像经常也有，现在也有两家电视台邀你去参加他们的节目，对不对？谢谢。院长，我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忙，都大家都很忙，我在推荐各方主播关系时间难改，主播们都那个用户都这样的主播都非常的关注，然后后头的话，他们邀我用整个平台，但是话会比较。我关心教授英雄对吧，那中间地球那些都是吗，然后那边组那边组回来这边先生先改头最后调的一点出去那边组回来真的有告别生枪他逆曲逆他逆曲他逆曲一生的方向不了所以想带你两位地球会组OK 的话，是那个平台这位金刚的建筑那位主管道的非常成功，那位主管道的炎黄成功，那年总杨先生小豆给他支持吧，大家都支持朋友，代表他们受雇的时候，我觉得掌声谢谢好了。来到我们雷州，来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个时间能不能用一首雷州话的歌来表达一下我们自己对家乡这种感情？但是雷州歌可能我这里选了这一首，接着下来这一首，但话音就很像雷州的，我听的好像是雷州的。不过你说是不是接着下来这首歌是不是雷州话的歌曲？是这首歌的语言是台湾跟闽南语非常跟雷州话是同一个语序的。是唱这首歌之前呢，我想请我们的音响老师稍微暂停一下，我想先用我的雷州话给我的父老乡亲清唱一段雷州戏的那个戏曲，因为那通所就是稍微就滑下面就滑，所以你拿那个手去拿的稍微一点点，那如果你是滑下面还有没有去呢？当然是一起跑的教官，就是江源喜欢的配装，就是这个。好，接下来听一下我们福学生清唱一段，先用清唱一段雷州话的，好吗？那这首好多不同组的都好，因为地方挑的是广，或者是女人，所以是广。不以为是要一把手了，但是这两个小品都玩我手的，不然的话手的我包鱼啊，我包鱼多啊，都拿出来包鱼了，多少？因为平常这些教练是，他首先好爱七天的地方，那就主观到达的地方，医生好哦。教练是玩真的公园的三套状态，你哪就手的配装教练是那个小花，多少？来请下我祝福你请上上回边别回贼永在呀不会干就像被了几多枪也没花
谢谢我们同。